嘿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我们今天再吃一次大面，我的天哪！上次吃完给我馋的呀，先喝一杯夏日冷饮。开爆！每个孔孔都吸满了酱汁，被浸泡过的面藕软糯软糯的，加一点点呛到了，一口一个，太爽了。小面藕还是有点嚼劲的吗？来口快乐水，接着吃，爽翻了。也太好吃了吧！小姨妈，这个吃货的世界没有长胖二字，小嘴都快包不下了耶，非常 nice， 马不停蹄的吃，哈哈，马上就光盘行动了，一大盘面藕就这样被我秒干净了。太好吃了，吃完大餐之后一定要来一个这个哟。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看我吃什么，关注吧。